生我认识黄景，黄景瑜是我老的师傅。看到另外一个男一号来的时候，是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觉得 man 吧，爷们儿，爷们儿、啊。你觉得你爷们儿，他爷们儿？我爷们儿。觉得他看着他很 man， 很爷们儿。他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那种就是很霸气的那种吗？他对你有什么样的？看到你他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带着社会范儿，大哥跑走过来，哎，我就哎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说我是许维洲，然后我是黄景瑜。然后他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他有跟你聊过吗？反正他说我的第一印象，他说是热情，热情啊。你觉得他社会范儿？我一般说他是帅，帅。今天他不在啊。OK， 哎，最初你能说一下你最初见到彼此的印象吗？分别说一下，谢谢。最初见到周周呢，还是很帅，热情，还是比较热情，还是比较智能，还是比较智能，还是比较智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老了呀，现在老了。那时还比较可爱，就是。那现在更可爱。你是想听我说点好听的？我想听你说实话。然后还有剩下两个要讲吗？讲啊。剩下两个就一个比一个可爱，一个比。最初见到周周呢，还是比较热情的，然后还是比较稚嫩的，还是比较稚嫩的，嗯，还是比较稚嫩的。然后那现在呢？现在老了呀。现在老了。我见到黄景瑜的第一印象呢，就是觉得他，挺 man 的，挺 man 的，挺 man 的，纯爷们。刚开始我觉得这个人，他挺高冷的。哦，很高冷，特别高冷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不理你。也没有说不理我，就是没有表现出就是热情，热情啊，或者那方面的东西。然后逐渐相处之后呢，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逗逼。那你会有主动说要去跟静瑜去套套近乎呀什么吗？因为毕竟还是对手戏特别多嘛。对，相处吧，就正常的相处，不用套近乎。不用套近乎，我内心是炙热的，你知道吗？内心是炙热的，对。主要是帅，所以就习惯了对方来找你，是这种意思吗？对，习惯我。对，对，又对，好吧。那你呢？那你刚见到周周什么感觉？我刚看到他就羞涩，比较热情嘛。他没有羞涩的，比较热情，蛮好的，感觉蛮好的第一眼。蛮好的，然后后来呢？这个蛮好的，后来慢慢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我心碎了，真的蛮好的。然后我要回去了。这么久相处下来，感觉会越来越。两个人越来越亲近嘛，就我好他就好，他好我也好，他好我就好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不好，我也想让你好，我好了你也不能不好。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。